哎呀，哎，真的，咱说都是村子，这都。比放台近了不是？哎，这也咱说咱真近。给你们看，我妈她俩在外面干啥啊？哈，我在屋里边呢，我叫人呢，咋没人吭声呢？哎，妈，给这儿搂搂。妈，这里头准备种啥了？这就一会儿摘番茄，摘啥的。不是说摘个番茄，不是好看吗？嗯。我这儿摘一颗番茄都好看呢。人家炒卤卤叫瘦。哎呀。我妈种的冬瓜，我们从中国超市买的那个冬瓜，然后她把那个籽留下来，她在种冬瓜呢。我要看到冬瓜籽长啥样吗？看到没？又生芽了。种上死活了都。啊，种上死活了。这得多少天能发这芽啊？想着要是天暖和了啊，一个礼拜都出来了。那这草长能旺，那不会给它吃了吧？给它从好点儿弯着点弯。弯着也长在院里头。你得用铁线锯嘛，不中。对，那得长籽儿了吗？这是？这不是葱。那这是啥东西啊？这是啥花儿？那看出这样是像葱。咦，就是葱啊！都给妈，你问问。那这都要长这了？都是葱。哦。嗯。这是那个美国一种那种大蒜葱，你看底下是不是像大蒜一样吗？对。但是都是闻着是葱味儿啊，不过吃着为啥有点苦嘞？苦的都不是，嗯。你看长了一个那葱一样的。长个啥子？你看外面的那不是长个像葱啊？也好点的，跟那蒜骨头上的。这草都全部弄，买点除草剂，我妈说打一打。邻居那家都是买，都打。邻居那家不是？那我也去。也打靶了。我也去买个小喷壶，打打。这个发芽了。那不是叶 啊是叶吗？是，那这两颗就见得多好看着。嗯，这哎呀，这是咱说都是村子，这都比放台近了不是？哎，这也咱说咱近近。你瞅瞅，给瞅瞅这长来给，这都发着小叶了，看见吗？这都发着了。嗯。哎，这个长得长得。咦，这个。是我与其拍视频，然后咱的朋友说，他们说这个夏天你要是叫蚊子咬一咬啊，拿个叶一搓，把那汁儿放到那蚊子咬的地方，立马都好了。哦，说这个是一种药材，我不知道叫啥。嗯，哪一块是的？哎，那一块也是吧？那一块也是。我妈种完菜，他俩要去超市，不是超市啊，花市逛一逛。走，带他俩去逛花市。我妈喜欢花，然后看有什么菜苗没有，再买几个菜苗。走吧。我们到了，买了一桶那个除草剂。看这花儿，妈选一盆花吧，妈。我要摇头呢。我妈她俩想买一点菜苗，买点西红柿苗啥苗。俺妈说也这门撇，就说她说这花真好看，拍姐姐心情都好。妈，这不是这一块都是菜苗吗？哦。再往后走这个地儿。这一颗要了不多了吗？这一颗要一颗，要两颗呗。要两颗。买了两颗西红柿，买了一盆草莓。真的。走啦，买完了，然后再去超市买点西红柿。还买点啥吗？买点酱油不是？嗯。买点酱油，买点西红柿。上车，去另外一个超市。哎呀。给咱还买两本西红柿，给你们看看这一点点樱花美不美？哎，往那边还有了吗？看见吗？这一粒正是带花花。啊，给。嗯。爸，你看这种灯，这都是那院里那灯，跟咱那灯一样那种的，它都是吸太阳能来的。这种好看点啊。往这边走吧，咱再往这边走啊，买西红柿的，咱往那边走。为啥电池给那边了？电池哪点都有卖的，这不是这都有电，这都有。买完了，准备回家。啊，一来这儿都花钱。我妈妈说就不出门最好，一出门就得花钱。你看这天多好，今天。你瞅这雨，都感觉你伸手都管够着一样，不是吗？触手可及呀，你瞅多低，就喜欢这蓝天白云。俺爸穿牛仔裤好看，爸他给你说谢谢，哦、你给推个车嘛，他给你说谢谢。我都不来讲。
啊，我看见了，他说那意思那个车让我用吧，你推给他了吗？啊，他说谢谢。他说跟我说我不懂发工资。啊，回家啦。嗯、一逛一上午，你这个那从哪儿走着都好来给吧，看见没？这妞妞得3点从家出发，咱还得回家歇一会儿。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嗯，回到家了，哦，两盏燕窝。你看另外一盏，没有那剪子一剪，因为咱的燕窝太干了，给剪了剪烂了这一盏。这一盏好好的，你看整盏的，还泡了一碗。在家没事了就自己炖着吃啊，还是实惠一点点。我平时出差呀、旅游啊，去办公室没有时间做饭啊，吃饭就选择咱家的这个冻干燕窝啊，即冲的，很方便。现在没就长这个样子。